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关注太极门1219事件平反第14周年全民开讲。2500年前，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55年来，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引领弟子们拜访五大洲，弘扬太极门文化，至今已拜访101国、300多个城市，被赞誉为国际和平亲善大使。1999年，太极门师徒组成1200人，以三架飞机、两架专机飞往西雅图，创下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亲善访问团纪录。现在带您一起来回顾这段荣耀的历史。1999年，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应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邀请，带领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赴美展演，骆州长亲自接见，并与洪博士共同主持庄严隆重的迎古大典，为世界祈福。西雅图火炬大游行是全美三大游行之一，受到第50届海洋节火炬大游行主办单位的邀请，太极门组成了1200人有史以来最大的亲善文化访问团。师兄师姐自己请假出钱出力，跟随师父出国做亲善文化交流，以龙凤麒麟等各种吉祥神兽组成的队伍，风靡了现场35万观众。一直到今天，西雅图居民对太极门的文化展演依旧难以忘怀。每年九月，夏威夷都会迎来当地最重要的节日盛典阿罗哈节。这个盛典源起自1946年，正式命名为阿罗哈节，则是从1991年开始。2001年九月，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原本430人的大阵仗，要前往夏威夷参加该年度的阿罗哈节大游行，没想到却碰上了911攻击事件。911事件发生后，洪博士和亲访团秉持着习武之人受众承诺的精神，排除万难应邀前往夏威夷。和平的钟声带来祥和与安定的祝福，世界上亿万森林皆是所值，我们以沉痛的心向九月十一日的罹难者哀悼。世界的团结合作是立即性与必要性，以发自内心真诚的关爱化解世人的忧伤，让光明再度点燃生命的希望。世界自爱和平总会会长太极门掌门人宣告于西元2001年九月十六日。This proclamation is presented by the mayor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Honolulu to Dr. Hong because he's done such outstanding work as a leader who imparts the philosophy of yin and yang.And advocates in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spiritual, and mental health. This cultural goodwill group, organized by Dr. Hong, i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echnology, exchange of techniques, and resulting in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untries and cultures. So Mayor Harris welcomes Dr. Hong, and he declares September 16th, today, as Dr. Hong Day. We congratulate you. 1999年8月1日参加第四届旧金山国际武术节，并参与旧金山游行及展演活动。国际武术联盟总会长江志成博士表示，在洛杉矶
这个全美举办过100多场武术节，第一次看到这么规模盛大，而且是来自中华民国的台湾，你们自己全部都是自费来的，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我听到，非常感动。希望我们用武术来争取全世界认识台湾，持续努力的推展。1999年8月，第四届加州旧金山国际武术节大游行，旧金山布朗市长特别参与，造成当地大轰动的游行展演。2000年9月，雪梨奥运奥林匹克大道及雪梨歌剧院外游行，450多位太极门弟子，在聚集了近450万旅客的雪梨，以热闹的游行方式庆祝奥运这个举世欢腾的运动嘉年华。2000年11月，韩国庆州国际文化博览会及首尔仁寺洞古街游行，100多位太极门弟子搭乘直航包机飞往釜山，在韩国南北两地参与游行。2002年7月，西非甘比亚革命纪念日游行及11月的南非文化资产大游行，在种族繁多的非洲，太极门弟子以代表中华民族特色的各民族装扮，与当地人民共创世界一家亲的美景。2001年9月，太极门师徒在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八届世界杯国际武术锦标赛初赛，10月前往日本参加总决赛，在20多国武林高手激烈竞逐下，荣获第八届世界国际武术锦标赛武术表演团体总冠军金牌奖及世界之最杰出表演金牌奖，与您分享台湾的荣耀。太极门推广爱与和平，与日本也结缘甚深。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50周年的庆祝活动，日本武术联盟日本国会长泽村宗专程率团来台参加。泽村宗先生和太极门的缘起始于2001年第八届世界杯国际武术锦标大赛。身为日本空手道大师的泽村宗先生是大赛的总裁判长，总决赛时透过来自20多个参赛国的国际裁判共同的裁决，太极门赢得内家拳、外家拳、兵器、气功等4项第一名，更获得武术表演团体总冠军金牌奖。太极门的弟子在师父教导下了解武术的真意是止戈扬善，希望结合国际武术同好的力量，将爱与和平的理念散播到全世界。第8回国際武術連盟の大会を日本でやったんです。それで日本でやって、その時に太極門の一個がみんなこう来てくれた。それで内見外見、もう太極4つ全部トップ取ったんですよ。それでその時にみんな一生懸命来てくれて、それでその感動が忘れられなくて、このお返しは絶対にするんだと思って、もうそれはずっと思ったんです。でも行動師先生がなんていうか、ああいう性格ですごくこう優しいね、こう大和なこうオーラがある方で、あ、この人と一緒に一生ずっと友達で知り合いで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つもそう思ってます。太极门弘扬文化行，缔造出许多不可能的任务，更获得历届总统的赞誉，不仅是台湾之光、世界之光，更是人类珍贵文化遗产。
泽村中先生在第三次拜访太极门时，将随身佩刀呈现给弘道子博士，表达最高的友谊与尊敬，表示自己要以生命保护掌门人与太极门。文化保存不易，门派传承更是不易。太极门事件已经平反第14周年，法院都已经判决无罪无欠税，国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保护优质文化团体，放任国税局及行政执行署用法院已经废弃的起诉书，为了绩效可以查封强行拍卖人民的修行圣地，用公权力抢夺人民的财产。线上的朋友，这是我们民主的台湾吗？台湾有多少的人民正遭受这样违法的公权力对待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太极门弟子 Soga 的心声以及受迫害税灾户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太极门的弟子，法税改革人民志工，同时也是一个税务的受难者。我会记10多年前，那时候的我说得好听叫周国英雄，如果说得难听叫酒鬼，因为我是在喝酒，人是无人的，我爸啦拼无头去兼菜馆。当然这个时阵身体有淡薄问题，而且呢医生也严重加警告，你现在若不过关，你会真紧去过山。戒酒是唯一救你的方法，但是幸运的人都知道戒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虽然我也有想过，我的孩子都小孩那时候在读国中国校，我也知道说家庭不可以没我这么大条，经济也不可以没基础，但是呢我有完无法度控制我家己，继续一直甲啉，甚至已经甲讲，我想要放弃我家己，抱着甘愿啉好死，卡样死无啉的想法。但是呢，当伫个我准备要放弃我的人生的时阵，我实在太激动，我认为太极门是一个非常正派、正向、正气的所在，所以我进入太极门。我进入太极门了，我唔呐借着太极门这个好所在，改掉我爱啉的坏习惯，而且我阁找回我家己的健康，甲我家庭的幸福。伫太极门，我的师父甲我教。不是修改自己帮助他人，我的师父又将爱和和平宣扬到全球五大洲101个国家300多个城市，而且将咱中华优质的文化宣传给全世界人知影，更加难能可贵是所有的开销拢是师父甲弟子自力自费，家己为靠底下底揞出来，从来唔捌对外无归款，甚至嘛从来唔捂接受着政府1000元的补助。这款优质的团体，照理讲，政府应该将伊当作国宝，认真甲疼惜，好好啊甲珍惜，安尼唔才对。
国税局要整你的话，他很简单，他就来查你的税，你就完蛋了。金额总共是1650几万，一张单子就跟你讲，你欠税的金额就是这些。政府就一直的追税，追到现在，我必须要缴7000万的税。哦，啊，为了告诉我已经缴了4000多万了，我几乎对这个政府失去信心了。财政部的酷刑，财政部的恶劣，财政部的不守法，比任何人搁较可怕。阮为着台湾人民的生存，这个财政部的疾病，我死了也有阮家继承。国税局他突然给我来一个，总共加起来是1亿1000多万的这个税单。我为了这个案子哈，我连续6个月都没有办法睡觉，好几次都想从我住的9楼跳下去。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盛和跟他陈情，他说我如果不罚你，你会跟那些继承人勾串。我继承人都跑光了，我还勾算什么？而且这个案子是你们国税局申请法院指定的呢，我还跟他勾算，我等于帮你们解决问题，你要反咬我一口，这什么心态？这个我认为他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就是把人民当贼。我就这样子就被罚100多万，那个造成我大概有10年的困扰吧。这个对我来讲，我是一辈子都不服气。对我这一生最大的打击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税务法，先把人民啊打到地狱啊。然后再让你慢慢的解析剖析啊，这样的方式哈，有人说我还敢扛住话，没有自杀真的是奇迹。我买卖不成立，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全部加在我身上，我一路上就这样子没有人生，我诉求无门。我得了忧郁症，现在又得了癌症，他们还给我税单，要我缴税，我已经没有钱了。100多万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我20-30年我都没有工作，我一直生病，为了这个税，他们就拿了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我在死亡边缘，国家还不放过我，救救我！我20几年，我已经撑不住了，国家还要跟我要钱索命呀！我要人民给我公道。每一个发明专利都要花了30-40万。才能够拿下来，10年来，就申请了有1600张专利。领导人说要奖励我，可以拿专利，可以专利作价当你的股本。我傻乎乎的就拿了一张专利，然后去作价了。本来我公司5000万，然后我现在呢作价了变成3亿。结果呢，到年底我马上要缴税，要缴1亿5000万的税。我说我连卖股票都没卖，但是我就被课税了。对，但是很不公平。我说那我股票给你压，他也不愿意，他认为我的股票没有价值，把我的所有的财产、房地产、所有的银行存款全部查封，全部拍卖，所以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感谢以上勇敢站出来表达心声的税债户。线上的朋友，您知道吗？国税局未达绩效，要人民多少缴一点？许多专家学者都表示，这是触犯了刑法第129条违法征收罪。这些税务员难道不怕被检举吗？请线上的朋友告诉大家，这是犯法的行为。前财政部长王建轩曾公开表示，违反人权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政府的施政所造成。他说他是一个罪人，在他做财政部长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让人民难过的解释令。在太极门事件中，处处可以看到违法官员背离良心的行径。现在
我们来听前财政部长暨前驻 WTO 大使严庆章从他学法律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天下没有这种事情，说一个涉及到纳税人权益那么重大的权益的事情，24年还不能定验，怎么会复查决定撤销了？哎，原处分还存在，所以另为复查决定。我必须要很谦卑的承认说，这个真是台湾的世界奇迹。哦，没有一个国家说在税务案件里面啊，这个过程税捐机关要求纳税义务人的缴税义务被在救济过程中已经被撤销，可是那个原处分还存在，所以这个就是太极门现在的问题嘛。你怎么修改这个税捐稽征法嘛？你好好的去把那个处分在行政救济过程中啊被上级机关撤销，那当然要基于这个原处分啊，在刑事的判决里面已经确定说没有过程逃漏税。我们另外，我从学法律的人，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司法体系里面，我也必须跟各位强调一点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行政机关的对人民所产生拘束力的处分啊，不需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审查。所以这个是英美法里面所强调的所谓 judicial review 司法审查，司法审查不应该被切割出来说税务案件是另外一套体系，现在我们就是把它切割出来，所以走的是行政诉讼，这个行政这个所谓的法院。那照理讲这个通通要并入一般的这个司法审查，这个案子如果并入一般的司法审查，刑事的部分呢已经最高法院判无罪，当然同时最高法院我会判说没有涉及到逃漏税啊。所有的这个法院要提供给我们任何人，纳税人也好，或者一般主张权利被侵害的人也好，所提供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救济啊。那救济的过程里面要什么？时间有效，你在时效上有效的救济啊，才有意义啊。我很同意说，想办法运用刑法129条，来对这个案子啊，对现在还要主张来课税的这个国税局的人员啊，或者是最好是，我坦白讲，我曾经跟你们提过，这个案子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好好的去找财政部长，对这么长达20几年的案子，做出最后的有肩膀的一个决定。听完严庆章大使的见解，提到案子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去找财政部长，做出一个有肩膀的决定。但是，人民连续3年找部长的结果，就是拒绝面对人民。人民撰写陈情信函向国税局陈情达20000封以上，向总统府及各县市政府陈情达493次，以及陈情次数多达1960次。太极门事件已引发国际关注，案件已被送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被称为亚洲民主灯塔的台湾人民作何感想呢？今天语谈的最后，我们以太极门劝世歌提醒当官者：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太极门劝世歌。好念扭转乾坤定，假身上开启太平。人生苦短啊，一日君一日臣，以民为主，以法为规，合理规范，
依法行事，无私无贪，公正不阿，不愧于天，不负于地。天地昭昭，良心时代，才是真正太平盛世。行善积德，以礼相待，是启开良心的光明，让我们走向光明大道的起端。